小 S 凶狠抢当红毯 No.1 林志玲老套又中枪。IBSS 小 S 蔡康永、康熙在上海合体主持 L 风尚大典，小 S 这次以 GUCCI 2017早秋装力拼以一大众人气男女星。L 杂志找我拍封面的那个频率很低，我在这边就是稍微跟他们 complain 一下，就是为什么找我主持第一年的风尚大典之后你们杂志就消失，直到前一阵子才在找我拍封面。我觉得两次对一个巨星来说太少了，不过他是没拍过封面了，不过因为 L 是只拍女生，不过他也是女生最近一次你上封面是靠着林志玲一起上的吧？是林志玲靠我。那你觉得跟林志玲拍封面是什么样的感受？老套pose 就是那几个，然后妆也完全没办法太前卫，因为像你们知道我每次出席活动我的装扮常常就是排到 number one。 我只希望他今天看得到路就好又一个第一名了